摄 MV 的第一套中。一会儿见吧。然后这个。嗨，现在是我的第二套衣服，第二套 look， 今天是换装秀，搬到小魔仙，上周小魔仙全身变，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美甲，掉了一颗钻，请忽略它，敷了七个小时，家人们是什么概念？没有概念可以言。到了第二个场景，吃完饭就是要跳舞了。光脚丫，光脚丫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哇，是导演组一片心意，我们不能浪费，对不对？然后啊，他看起来真的好诱人啊！让我来挑一挑哪个最好吃呢？挑一个小可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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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可爱。看一下这个小可爱，他看着好不好吃呢？他到底好不好吃呢？他到底好不好？他有点化了。我面前好像是太妃糖，全吃一口。我以为它是有点脆脆的，结果它是那种软的，也是人家是蛋糕哈，有点像太妃糖，然后又有点像那个芝麻酱的那种夹心，心情立马啊啪啪啪。买走，那我再吃第二盆是不是也不会马上走？不该有的想法增加了，不该有的想法增加了，奇奇怪怪的想法增加了。是时候给。那让我们再看一下吧。我刚才应该挑这一袋的，哇，这个看起来也太好吃了。哦哦，这不就是吃播里面的吗 ？Q Q 弹弹，朋友们，来浅尝一下吧。这个是非常经常出现在吃播里面的这种。来了，朋友们，就这个糯叽叽，它好好吃啊！嗨，现在是我的一举脱了之后，就是这我第三套 look。我开始的时候，好呀，拜拜。你好像个 Siri 给我抬杠的那种。2 hours later， 朋友们，我现在非常的狼狈，浑身全是亮片，现在还要改下一套妆发，非常狼狈。再见。
好像个傻子呀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这能吃吗？没事没事，我已经吃了，你不要再问这个问题了。啊，这个味道是我最喜欢吃的味道了。3 days later。 其实我是在录戏，只要我不尴尬，谁都不许尴尬。啊，忍住！太应尴尬，想好场面。